烧点水喝先。嗯，这个蜂蜜水给小小，感觉我也有点中招了，有点累人，就是浑身无力的那种。可能这段时间要流行这个感冒吧，今天早上起床就感觉这个鼻子酸酸的。下全部定倒了，就不好倒了。这个是蜂蜜，到现在还结晶呢。喝一杯给小九一起。今天他一天没跟我讲话，他讲不了话了，这个有点难搞。